周立波兑现七日后见，列举他爽反目证据。在国庆节前，他爽爆出了一段关于周立波妻子胡杰的视频，称能证明周的罪证。然而，胡杰和周立波发长文反驳其证据，周立波更是称为了让大家过好节，决定在国庆节后再列举证据。10月8日，周立波兑现了7日后见，列举了一系列他爽反目证据。